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子玲，退出娱乐圈已经18年了。这18年里面呢，我就在13年开了一个 Cherry Pink Music Bar。在这期间呢，我发生了一点点小意外，脚骨就断了。然后呢，那时很辛苦的时候，我就常去找一个老朋友喝茶，他就介绍了一个产品给我，叫 Celeva。他说：“你吃吧，子玲，吃了之后呢，对你的骨骼增长有帮助，复合也有帮助，然后让你有体力去做那个复健。你知道，我们每次做 physiotherapy 都很痛。”无形中我就在不知道的情形之下，我吃了6个月的那个 Celeva， 哇，真的，我就身体好了，骨骼也长了，就是复健也没有这么辛苦了，人也精神了，气质也好了。然后我真的很感谢这个朋友，真的很感谢他，所以我吃了 Celeva 吃了也很多年了。你知道啦，做夜生活都是日夜颠倒，又要喝酒，都要喝酒的嘛，那导致我的胆固醇也很高，我的脂肪肝那当然不用讲了，不在话下，肯定就是不行的。总而言之，身体的状况就是不是很好，很臃肿。直到2019年行情不好的时候，我就结业了，不做了。然后停业之后，我又再去找我的女朋友了，就找她喝茶了。反正没上班嘛，轻松，我去找她。我进到 office， 她就跟我讲：“子玲啊，你干嘛这么胖，这么臃肿，整个人肥肥肿肿的？”我说：“哦，当然嘛，我说我喝酒嘛，就是这样的嘛。我现在没上班了。”说：“哎，你真的太胖了，你不行。我公司来一个新产品。”瑞士来的 Celeva 介绍你，就丢了给我，也没讲什么，我就拿回家去吃了。刚好我每年的例行检查就验血嘛，报告要去验血了，那个医生就叫我去验血。抽了血之后，三天后我去看 report， 医生就告诉我 Madame Young， 哇，我认识你这么久，从来没有看到你的血练出来这么好，这么漂亮，你的血就什么都很正常。我说是吗？哎，你的那个胆固醇没有了。你的那个脂肪肝没有了，你是吃什么？我说没有啊。哦，你肯定有运动，你什么？我说没有耶，我什么都没做，我最懒运动。我就自己讲，可能是我没喝酒吧，我是这样讲啊。回家之后，再过几天我就去找这个老朋友，我说：“哎，老朋友，哎，把那天你给我吃的那个产品给我，真的很好，我肚皮也小了，我也掉了3kg 哦，哇，我吓了一跳，我本来是56kg。”53，我太高兴，我说减肥的给我。他说拜托好不好，子玲，这不是减肥的，这个消脂的，对你的脂肪，说多余的脂肪可以排出来，又让你有精神。我成功了，我瘦了 3kg， 我的血脂很漂亮，我太高兴了，我爱你，我的老朋友，你最棒的。